久等了各位，今天它终于来了，2021年最新款 MT07。晨曦新款 MT 家族口球设计，抖 N 性质满点，新式排气管设计，解决了旧款改款后才能有效提升加速，提供更平滑顺畅的扭力表现，油箱罩也是加大加宽，更有肌肉感，这腿夹的感觉啊，更清楚的高反差仪表，科技感更棒，真的超有感，终于不用看这么辛苦了。可惜的这避震只剩他还不上道岔，大哥跟三弟都是道岔了啊。引擎部分在台湾严苛环保概念下，而且为了我们后代子孙着想，竟然依然能保持73.4匹马力，我实在是佩服啊！骑乘时低转动力反应更好，上档加速时输出更线性，归功于引擎结构与齿比修改，一句话，牛逼！终于介绍完了三台口球家族，留言区告诉我你会怎么选。